哎，咱们通过 sky 开始啊，一分钟记住16个单词，而且不复习永远不忘。来看 sky 叫天空，对不对？这是个名词啊，老师标注一下。sky 叫天空 ，walk 叫行走步行。那么 sky walk 就人行天桥，干啥的？不是在天上在这走了吗？对不对？好 ，sky 叫天空 ，rocket 叫做火箭。那么天上飞火箭，那就是突飞猛进，叫 sky rocket。Skyrocket Skate 叫滑冰 Board 叫板子那么滑板就自然出来叫 Skateboard Skateboard Heart 叫心脏 Beat 叫敲击打击那么 Heartbeat 就是心跳心的敲击打击吗 Heart 心脏 Ache 是疼痛那么 Heartache 就是心疼 I feel heartache 我觉得心疼啊Hot 叫热 ，house 叫房子，那么 hot house 就是温室。同学们，这么记单词觉得好记的同学，请打98。